然了，这儿除了我们没别人了。哦，那我去别的地方找找。哎，回来，过来，咱俩聊会儿。那不行，我哥得等着急了。哎，不差这一会儿。我觉得你对那个唐什么的挺上心的啊。哦，他是大明星，是我的偶像，我能给他做助理非常开心。行啦，在我面前就别不好意思了，一看就是你对他有意思。哎，你可不许瞎说啊。配上他呀？那那个呢？失忆的那个小帅哥，我看他对你好像也一往情深吧。真不认识他，在我面前就不用装不好意思了吧？我是过来人，我什么不懂啊？姐，你真是过来人啊？对呀，我就是从你那个年纪过来的人呢。感情方面，当然啦，怎么说呢，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。啊，那你遇很多人追？啊，乌泱乌泱的呀。我找你来主要是想跟你聊什么呢？就是你看你现在不是已经有两个目标了吗？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他们一个是我跟的明星，一个我真的压根不认识。OK， 就算是两个潜在的目标。嗯，你看你的档期呢已经满了，但是姐姐我的档期呢正属于空档的状态，你能不能分我一个呢？你看着他俩其中一个啦。我算是吧。看你能不能不跟我抢。我没有跟你抢。真的吗？嗯。OK， 那言归正传，请把你的笑容啊、卖萌啊等等行为都收敛掉好吗？我今天啊，这个不能太宽敞，尤其是那个生存大师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嗨，我还真给你说了，你让我跟他在一起我也不跟他在一起，因为我压根看不上他。什么人？你还看不上他？你凭什么看不上他呀？哎，不是大姐，你急啥呀？你急？那我看上他了，行吗？你还看上他了？刚才你不是答应我了，不跟我抢，你为什么会看上他呢？我懂了，疯大姐。对呀，我就是疯了，我疯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再不疯狂，我就老了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再不疯狂，我就已经死席莫，先喝口水吧。我不叫席莫，我叫俏俏。哥，你先喝点水。我从来不喝这种普通牌子的矿泉水。你别劝他了，他就算是十天不吃不喝，他也不再缺营养。我也不喝啊，这种随随便便就能找到的东西太没有挑战性了。我不喝。哎，我特别想知道，那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？我这么跟你说吧。就是地下一米以下，天上三米以下的东西我基本不吃。